就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呢，这个碎花这个珍珠艺术呢，就是用油雕的，珍惜在这个用油做的，用酥油自己吃的这个奶油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冬天珍珠寒冷的天气里面能可以画出这些碎花呢，是这个是不简单。这个艺术也比较这个古老，所以说这个在新的这种设备也用不上，只能用自己的两个这个手指头才能这个刻画出一个这个手这个指尖上的一个艺术来，说是比较这个珍贵吧。